毛衣还是越来越重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变重，没有变重，就是毛衣比较大、啊。没有瘦下来吗？你过年不是说你瘦回来？瘦回来，瘦回来，没有瘦回来。嗯，上次说胖5公斤，那时候过完年80公斤吧。80，那现在嘞？现在75。哦，瘦回来了，多久时间？对啊，3个礼拜，2-3个礼拜吧。你是靠跳绳吗？就跳绳啊，然后就是饮食要控制这样。嗯嗯。欸、我想问那个有声书，可是那个有声书会不会有一个问题是，你放那个音乐会有音质的影响？它音质没有办法太好，那是没办法。所以你可以取，因为它那个它那个东西就是它是单体有问题，它能够做的单体，然后跟它的音档，它就是内部要塞的那些东西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其实不太了解这种，可他就跟我解释一下说，这是我们能够最好做到最好的音质的状态了。对对对，太复杂我们也。听不懂，不重要，反正就说不行就好了，就是办不到。可是那个灵感是来自周遭朋友生的小朋友的那个玩具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就觉得，而且其实真的是因为我很多就是听我歌的人，这些歌迷他们真的都很多都已经自己成家有小孩子了，对吧、啊？所以就会觉得，欸、如果我可以，就是赚到他儿子的钱也一起赚到，不是很好？对，我们就是继续往下消费嘛。对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子。会想要给自己的小孩听吗？嗯。会不会有那种想要给自己小孩听的那种冲动？给我自己小孩，我没有小孩的，他不存在。要留一份钱，留一份啊。哦，我留几蛮多份的，因为我自己其实。对对对，你有留很多份？没有啦，没有，就是留个几份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是蛮值得收藏的一个东西啊。你以后也不会再做了，嗯，就蛮值得收藏。而且你很多那个赚钱的生意头脑，现在除了投资之外，然后有声书，你还有想要就是做其他的理财吗？比如说没有啊，买房。我买房子也不是。那是 NFT 对，你有玩吗？我没有，没有，嗯、我有，但是我没有在玩这个东西啊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买就是买我喜欢的就买，但是我不是像真的在玩这个，就是他会去研究，然后会有些很快的有些交易啊，然后真的是有赚到那个他们那种很夸张的速度，我没有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关注，时时刻刻去关注那个东西，所以。我就是单纯就像是买艺术品，那你喜欢这个你就买一个，对，就放着。那如果它未来真的有增值什么，那就增值。那我也没有去期待，因为你本身不是为了赚钱而买嘛，你就只是哦你喜欢你就买一个这样，对吧？所以你不会自己想推出去卖？不会啊，我要推出什么？都可以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之后再说。现在真的没时间弄那个，因为其实你弄那个，我觉得。你真的要花时间去经营啊，你甚至要真的是开一个公司来弄这件事情。它不像周边商品，你印一件 T 恤丢在外面就叫人家买这样子，它是必须要是经营的、啊，对吧？因为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艺术家，我画了一幅名画，那这是 NFT 本身的价值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不是，我找人家画了一个图上去，那它的价值是什么？你必须要跟消费者建立一个关系嘛，对吧、啊？那我必须要去帮他去创造这个 NFT 的价值，所以这是一系列的东西，它可能会是游戏里面的一个装备也好，它会是一个可以在元宇宙拿来做什么样使用，它必须要有后面的配套措施，它不是只是一个图档寄给你，不是那么多钱的，不，对吧、啊？如果你要这个是需，它是一个专业的，而且它是一个行业，它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团队跟公司去经营。但我现在没那个时间，对吧、啊？可是你现在专辑做完了，你时间是都拿来准备演唱会吗？就怎么这么忙？我先目前宣传期嘛，所以这两个月应该还是就是一两个月差不多这样子，就是一直在宣传。然后对啊，接下来就可能就是专辑的东西这样。演唱会对啊，我家里装潢也还在忙。哦，对，还在忙。对，还蛮麻烦的，所以进度多少了？现在进度很糟糕啊。很糟糕，为什么？就很慢啊，很慢，应该就是30%而已吧。对啊。那
那想问，因为你现在这次推出新专辑，你还有推出那个 IG 的时候，你会有那个短片，就是你念故事给美丽本人听啊什么的。嗯那个其实动画蛮，那个影片还蛮可爱的。嗯。然后想问说，你私底下也会这样子对大王啊，或者是大渊的小朋友吗？会啊，对小孩该怎么样怎样，不然要吼他。你真的会念故事吗？我没有真的念故事啊，应该是就是你会陪他玩玩具嘛，嗯，然后小朋友就会问你说这个是怎么玩嘛？那你有问过什么？你要教他玩啊？你有被问过什么无法回答的问题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么聪明，我当然都答得出来啊，都答得出来。对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没有啦，主要没有这么复杂，他们也不会问太高深的问题，他们只很小，他们就是比如说像有些玩具要组合的，他们不会用啊。那如果他问什么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叠在一起这种问题，你说爸爸问我为什么要叠在一起，对，这个很难回答吗？就累啦，累就叠在一起啊，累了休息啊，就休息嘛，这爸爸妈妈在休息啊，感情好啊，就啊休息干嘛动来动去？我不知道，他们可以在跳舞啊，躺着跳舞，心情好就跳舞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目前没有那种难以招架的状况，就是还是可以瞎掰得了啦。目前的年纪来讲，是你还能瞎掰的，再大一点可能就不行了。對嗯，对。可是我觉得那个都不算困难，那个困难就是有时候他们买那个机器人、嗯，那个玩具要组装，嗯，其实你真的也要想一下，嗯，就你不是他们说，哎、欸，这怎么弄？你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真的要想一下，然后你自己学会怎么玩以后，你再教他们怎么玩，嗯、对吧、啊？你有想过，如果你自己成为爸爸，会是严父还是宠小孩的慈父？我应该蛮好玩的吧。应该就会像好朋友这样，他应该会玩伴啊，玩伴。然后黑脸给老婆当。就不会啦，我们不会这么，我觉得希望还是可以用比较文明的方式跟小孩子相处啦。嗯。希望啦，对不对？那之前你不是有见证那个 Kid 的婚礼吗？你在现场，你有就是很感动吗？你有？我其实站蛮远。对。你站很远。我是有跟他有抱。哦，那是前面啊，因为他在旁边，他是真的看起来很紧张，所以我就过去鼓励他嘛，因为看起来蛮需要一个抱抱的，所以就过去有就是给他一点鼓励这样子，他有点信心这样。但他实际上正在求的时候，我是站蛮远的，因为人很多，所以我站蛮后面的这样子。嗯，那感动吗？就是当下那个。其实我没有听到他们在讲什么，那真的太远了。你有没有回去看影片？我看影片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但是就过了。你有被感动？蛮感动的啦，对啊，一定会感动。你看到这种，眼眶有湿，眼眶泛泪，也不至于。那怎么下雨？下雨了，下雨，下雨，对对，衣服蛮湿的。而且我就想说，有点冷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，赶快搞，赶快走，处理好，我们就回帐篷了，这样子。对。那你有想过你自己的求婚会是怎么样的状态？不知道哎，不知道。你也会走那种浪漫路线、铺张路线？不不不不，还是那种睡醒。我们都不喜欢，就是在房间拿一个钻戒出来就是，也许吧，就是很两个人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是两个人的事啊，对吧？就是，比如说人家办婚礼是给大家的嘛，对。可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下来，真的想一想，你会觉得好像只有求婚这一 part 是两个人的事，对不对？如果其他你办婚礼啊，办什么归宁什么一大堆微博，那个都是给家人的，对，就是你这是最后两个人。你们结婚前能够拥有彼此的一个 moment，你后面的你们就，对吧？你要面临地狱般的挑战。可是有些女生是很追求要很华丽的。对啊，每个人个性不同嘛，有些人就喜欢铺张啊，对，然后有些人就想要低调一点，对吧？所以你们会走低调路线？我很喜欢低调，个人热爱低调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什么时候真的会组一个家庭？不知道现在还是以事业为重，对啊，事业性这么强，不是啊，就是房子比较贵嘛，也不是我想工作，都买了，也不是我喜欢工作，但你房贷要缴嘛，对啊。那小S之前有提到想要邀你去上他的节目的第二季，你会想去吗？可以啊，就是如果之后有时间上 OK 的话，我觉得都可以啊，当然，对啊。那你会紧张吗？就是招架得住他的题目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对吧、啊？因为你上节目就是那天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紧张什么，我就突然觉得、我不知道要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觉得哇，巨星哎、欸，这个就不知道要讲什么，突然有点不知道讲什么。然后他要进来，我也想说他进来，我要跟他讲什么，就是因为你毕竟不认识嘛，对对对，我又怕我很尴尬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人，然后他还要再把这个尴尬拉到一个
更高的层次的话，我觉得会有点对不起他，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别进来，我觉得会对大家都比较好一点。对。那他不是有约你要私下喝酒，你们这个酒局真的有约吗？没有啦，那做做样子给大家看一下，对吧、啊？让大家让你们爽一下。我们没有私底下的，我没有私底下没有啦。哎、欸，那你在疫情的时候，不是跟 Kid 啊，还有柯震东他们变得还不错？后来真的有私下再约吗？没有了，我们疫情前就认识了。对对对对。嗯，对。然后疫情后有约去，除了跟 Kid 录影之外，有啊有啊有啊，还是会见面啊，对吧、啊？就会见面混一下。演唱会延到八月吗？对。对。这期间还要再做什么准备吗？因为之前的那个之前。去年本来要办嘛，是那时候歌单都选好了，那所以会有在变动，因为新还会还会，对，因为其实这个新专辑某个层面，我也希望就是让，会这么赶的，希望专辑赶快出来，也是希望说可以就是把这些新歌放在演唱会的歌单里面，对啊，让演唱会更丰富一点这样。因为原本是预计去年嘛，那只是刚好因为疫情的东西延后，我觉得也好。那延后，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准备，可以让演唱会就是更丰富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们就才会这么紧绷的，赶快发新专辑这样。嗯，刚刚在台上好像有问说要唱跳，可是你说没办法。对啊，那会喘啊。那会不会准备其他的比较惊喜给歌迷，比如说秀一下身材？不会不会，我不会秀身材。啊、对对对对，我想办法。下次没有，我会想办法让你脱。要跟大家就是郑重讲，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。你的舞台是像上之前那种环绕的吗？哎，会绕到后面吗？会走到后面。对，那就在那个时候泼你水，你就会想办法脱掉了。然后后面拿出一个雨伞帮你挡住。泼一脚。插在后面这样子。就是不脱的，想得美。哎、欸，可是你以前是也是算是有跳舞的人啊，没办法，现在边唱边跳。我觉得边唱边跳有点难哎、欸。你有试的这件事，真的太难了。我没有，因为我自己会像我平常跑，就是有时候跳绳的时候，或是之前有时候我会去跑步，然后边背歌词。对，就是让你在无氧的。状态里面很喘的状态里面，就是念歌词。我自己有就是试过的目的，不是为了要边唱边跳，只是为了就是增加自己的肺活量，然后可以对，然后光是这样的状态，我就觉得是非常痛苦的。所以你可想而知，如果是在跳舞的状态，它一定是不太可能，对吧？可是妹妹怎么办？那一首歌是有跳的耶。你就不会跳，都是 dancer 跳啊！我很多歌可以跳的，我都不会自己跳，都是别人跳。那你觉得演唱会让你比较压力比较大部分是体力吗？还是说背歌词？体力还是自己一个人要讲话？可能背歌词吧，可能是啊，对啊。可是我们没有，我没有啊，我们的演唱会一直都没有放。他你念的速度跟那个按的速度，我念的速度跟他按的速度不一样。对对对对，很难啦、啊，因为你那个拍子很紧嘛，你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已经过了，就落拍了。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去别人的活动，他有帮我准备，他很贴心，可是就我就看我就落拍了。哦，对，因为你还在那边看的时候啊，已经过了，太快了。对。那如果万一你演唱会真的发生忘词，你会怎么办？就忘啊。一如往常这样子，一如然后装没事的，自在的忘这样子。没有，我觉得其实我很谢谢大家，是很包容我，就是这件事的，就是关于我的记忆体容量有限，就是歌迷来讲，他们都是蛮包容的，对。但我觉得我不能把这件事情当成事成理所当然，对。其实我新年新希望有告诉我自己，就是尽量不要忘。对，我会努力去完成这件事的。我不会，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有一种心态，就是啊，忘了就是摆烂就好。可是我还觉得不行，这是不应该的，这态度不对。我会努力把事情尽量去做到最好，对不对？但我很感谢我失误的时候，大家很体谅我这件事情，对。但我会努力把它做好。嗯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